想去闯荡江湖。是什么？是大烟，是白面。她是我的未婚妻。你乱叫什么？我的人都让你丢光了。只要有钱，什么娘们都可以干。带着这玩意儿在街上走，可不能慌慌张张的。公安局的人到处在抓你呢，又说是野壮子一个人干的。啊，不，有了钱什么都可以。不。